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好きなお客様どうぞ。じゃあ先に失礼します。お疲れ様でした。お疲れ様でした。喂妈，女儿啊，听说你手机坏了，严重吗？没事儿，就是屏幕碎了，其实还能用。好，学校最近课程安排的比较满，所以我会比较忙。一个人在日本啊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知道了妈，你就放心吧。啊，对了，你爸跟我要了你的地址，好像说要给你寄个快递过去。那你给他了吗？给了。妈，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不想跟这个人有任何联系了。哎呀，你爸那样做也是为了你好。他说有我这个女儿让他觉得很丢脸，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不见了。どなたですか？ Please select language. 啊？请选择语言。我可以提供24种语言服务。你到底是谁呀？我是你父亲派来的。我爸？原来不是给我寄快递啊。我就是快递，我是来服务你的。请问我可以进去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家有点乱。你父亲说过你不太打扫房间。他一直都嫌我不爱干净，你是像个女孩子啊。不是啊，你父亲说每天画图要画到很晚，白天要上班，晚上还要工作，所以可能没有时间打扫房间吧。啊，是吗？那么我就开始了。啊，没事，我自己来吧。没关系，这是我应该的。没事，我在找钥匙。钥匙在那个沙发底下。你怎么知道呀？五个苹果已经放了一个月了，不是很新鲜，所以请您赶紧吃完。榨菜已经过期了，我一会儿帮你扔掉。哦。谢谢。他那个饮水机是房东留下来的，不太干净，所以我建议你买瓶装水喝。你眼力也太好了吧。因为我前后都是2000万像素，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哇塞，收拾得这么干净。你要不要吃？你平常就是这个啊？嗯。震惊，经常吃饭营养不良的人容易得以下几种慢性病，记得转发。你朋友圈肯定很多大爷大妈吧？因
因为你爸爸跟我说你不太爱吃饭，所以让我提醒你一下。提醒什么？他一定跟你说不会做饭的女生怎么嫁得出去。其实他说的是你不太爱做饭，又舍不得去饭店，经常这么下去的话你身体会垮掉的。你确定这是我爸说的？你稍等我一下。这么快？哪变的？根据你父亲的嘱托，我给你做好饭了，进厨房用一下。厨房？我搬进来还没开过火呢。可以吃了吧？你要不要一起吃点？我不需要吃的。这完全都是我爱吃的口味。这不会也是我爸告诉你的吧？我通过观察你的食品口味、辣酱口味，还有您的腰围、体脂比等一系列数据分析得出的。厉害呀！那当然了，我有前后2000万大眼睛，只要看一眼我就能记住细节。你这个比喻还蛮特别的。怎么了？你的父亲希望你11点上床睡觉，现在还有2个小时，已经设了提醒，我先告辞了。这就走了？我送送你。刚又来了条新短信，是你父亲托我转告你的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女儿，爸爸知道，你从小啊就是个特别的孩子，所以爸爸一直很害怕，害怕长大后。”你会选择一条和常人不同的路。好不容易进了国企，你怎么说辞就辞了？你也不问问我的意见？可是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？爸爸知道自己老了，步伐跟不上你了。所以你也体谅一下爸爸，偶尔也等我一下，给我点时间，好不好？听说你手机坏了，知道你在国外舍不得花钱，送你一台新手机，记得多拍拍照片发给我和你妈，我们都还没去过日本，也想知道那里是什么样子的，特别是想知道你现在什么样。我有前后2000万像素的大眼睛，只要看一眼我就能记住细节。
我是你父亲他，请问我现在可以进去了吗？喂，妈，我爸在吗？